大家好，这是我的黑水猫。那其实今天是整理鸡舍，那这个是黑水猫的最上面的底层。那本身来讲，黑水猫呢，它本身差不多20来天就可以把我这2到3层的这样的一个盆子呢，处理好。那这个应该是已经20天了。但我现在还没有想要处理它，因为我觉得再让它多放个20天，让它整个完全发酵以后呢，我再来处理。那这就是我的可爱黑水虹，那它可不是蛆哦，你千万不要搞不清楚，它就是一个黑水虹，你要记住它，因为它是人类未来最有效的垃圾处理的工具。希望你不要怕，但你也要爱护它。好了，今天就是我们介绍一下我的黑水虹哦，希望您记得喽。Hello， 大家好，这是我处理的最后一步。什么最后一步呢？就是请我的鸡仔们呢，帮我把这个，应该说已经被黑水虹处理过的肥料呢，再由鸡仔呢把虫子呢全部给我挑出来，而且它还负责什么呢？有晒干的作用，因为它在分解的过程里面可以让我的肥料呢比较干燥，那这个干燥的过程呢就由它来处理，那我就不用很费心思的去整理这些底片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虫啊干嘛，那他会帮我好好的整理好它们，那这是我鸡仔的另外一个功能。所以说呢，这就是我的整个生态循环的一个农场里面他会用到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啊，其实并不需要很多的人工，而是需要一点点智慧让他们能够循环使用。 OK，那今天的鸡舍整理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